这是一个歌手自己举办的音乐会，没有主持人，他需要独自应对冷场，没有卡拉伴奏，他只能依靠嗓子和乐队火力全开。聆听一首完整的歌，静候一段走心故事，体感一种友谊力量，找寻你我最美好的时光。围炉音乐会，总会有首歌温暖你世界。今天我要去接的这位歌手，他的嗓音是非常的孤独寂寞，很有个性的浪子情歌，成为了他坚持了30年的这种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没有人能够超越。到底这位唱浪子情歌的浪子是谁呢？我现在马上就要接到他了。嗨，哇，他在挥手。你再来晚一步的话，我就变成烤干了。要中暑了是吧？哇，好热，自带一瓶水。对对对对。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季杰，我叫老杰。老杰，你是小杰？是杰，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其实心中是很紧张的。如果是年轻歌手，不管你人气再高，都跟我们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遥不可及的巨星，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今天能为您开车，做您的司机，我特别的，别这么说，觉得幸运。所以我现在真的是特别认真的开，一定要把你安全的送到。是。你知道，你给我的印象就是你是华语乐坛中最早一个歌手跟摩托车和很酷的车结合的。哦，这个真的不是我在吹啊，大概17、18、19岁的时候，喜欢玩一些高难度的，比方说像这种1.5层高的墙壁啊，常常就骑摩托车就可以上去了，啊，真的啊，真的真的不骗你的，就像我们现在看那种extreme sport 那种，对你都可以的，都可以啊。当然现在这个年纪不行。我记得那个时候刚开始我们开始听一些港台流行乐的时候，小虎队是最红的吧？对，其中的成员苏有朋就说，你们不要觉得我们红，所有的我们周围的歌手出唱片都要躲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杰先生。没有但是其实从这些侧面可以感觉到，其实你起点是很高的。我记得你的是87年出道的，对，出的专辑是一张是一张，每一张都非常的厉害。嗯，还好嘞，你这么讲我就有点骄傲了。哎，但是音乐风格，我们讲你的歌曲叫浪子情歌，是你自己喜欢这种风格，还是可能跟我小时候的个性有关系，跟生活环境有关系。我不是刻意的，因为当我一唱歌的时候，我其实脑子里面有很多过去的一些画面。没有想到它就形成一种固定的曲风，浪子情歌。所有的男生有那种流浪的梦想，有的时候享受孤独的感觉，一定要听的就是你的歌。你没有发现我唱歌其实没有太多技巧，因为过多的 有吗？有，我不觉得很难唱你的歌。哦，因为我是用真声、真的声音喊出来的，所以一般的人他不习惯这样唱歌。那你不相信，你来两段试试。来，我们来试一下。你，我不能失去你。你。我无法忘记你，爱你，我用生命呼唤你，永远地爱你。说到这首歌啊，你看，你试试看，如果你用不要谈身份分离，那就很奇怪了。我发现你的歌技术越多越不打动人啊。对，你把自己放松。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罪恶的残缺依然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为
什么道别离，又谈什么在一起。说句实话，现在还有很多艺人像我一样，说句实话还在努力。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提供到我？我现在很想快一点红一点，快一点红一点。我觉得你应该是70后甚至80前的人喜欢的，但是没有想到这么多小朋友喜欢你。我现在明白是为什么了，返璞归真，一种细水长流的坚持，它永远是不会过时的。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好，待会儿呢我接一单，让人家上来，我们来考考他认不认识我，认不认识你，喜不喜欢听你的歌。万一不认识我，不是很丢脸？我们就是要看这种丢脸的环节。万一他说不认识我啊，你那个头要往左边闪。为什么？因为我右拳就过去了。对，我们现在怎么样？好，没问题。哎，我对你特别有信心，你放心吧。真的吗？好不好？好，就在这儿。哎呀，有两个年轻人。是两个人哎。情侣，情侣。欢迎乘坐专车，请上车。我们今天两个司机啊，你们在议论什么？对对对，是看我的白头发看出来的吗？哦，好多，我们有什么任务吗？你们啊，你知道我们的节目是吗？好，今天的第一个任务给你们布置一下，告诉我坐在副驾驶的这一位是谁？哎，看我眼睛就好了。来，答出他的名字。一场游戏，一场。知道了，王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先告诉你们，就是很严肃的，因为他那个车费是20，但是因为我坐在这边上了车之后是每分钟计算的，每分钟就是500，一分钟500，一分钟500，你们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1500了，所以那个钱等一下直接交给我就好了，不需要理他了。我拿人抵押可以吗？拿自己抵押。我不要人，我不要人，我要钱，钱，钱，我要钱。我要钱，对。如果你们能唱杰哥的歌，而且唱得很好的话，哎，我们用给观众的演出费的形式把你这给抵掉了。哎，也可以。你看，我们现在你欠我们已经2000块了。对，我来点歌好不好？他既然说是我是真的爱上你，随便找一段出来唱给我听。你会吗？会。真的吗？真的。来，等一下就扣钱啊！我们把那个歌播出来，你要比他嗓子大声啊！你要唱，跟着他唱，2、3、4。你有一双迷人的眼睛，加1000，唱错词。我有人加2000的心，紧张了，再往下面一些，紧张，拉到高潮，没事。留到以后的我，减1000，哎，唱的好的时候就减。祝你的美加2000，为你着迷，好严格哦。嘿，hey, 准备喽。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从来不敢奢求的我，你的微笑总是让我为你找寻。好紧张，什么原因？你的发现总挥之不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我又扣你2000块。唱高潮。你太严格了，哦，好紧张，我觉得已经很棒了。你不相信？问这个人骑脚踏车，他都会唱。哎，但是好啦，就看在因为你那个长相跟我差不多这么老气。
这看起来像二十岁，对不对？我们两个看起来像二十岁，像我弟弟，对不对？嗯，对。那所以就算八千就算了，八千就算了。我发现你们到的这个地方也不是大学，你们两个到底要干嘛？今天结果我们去合个影呗，可以吗？又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好，500一张。好，500一张，这个我值了，我来，这个值了，来来来，我们一起，一二三。87年进入乐坛，对，今年是整整30年哎。这30年来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不可思议的。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心脏非常强，我经历过所有人没有办法经历过的事情。我以前一直觉得我很成熟，错，我觉得我很幼稚。可是到了这30年，我终于突然间那刹那有一种感觉，我真的成熟。我发自内心的告诉你，绝大部分的曾经喜欢你现在喜欢你的人，不管你遇到什么，不会改变一丁点对王杰的看法。我个人还是特别庆幸我们这么多爱音乐的人认识了王杰。我相信在接下来未来的王杰还会坚持，他永远不会变。你其实祖籍是西安的，西安的什么美食你会做吗？我最喜欢吃的是面疙瘩。面疙瘩，我煮的面疙瘩，哎呦，那真的一认1000都没有人敢认，999。王杰会做面疙瘩，我最爱吃的尤其是像红烧鸡腿。红烧鸡腿，这个太简单了。哎呀，什么简单？简单就是难。我真的不就是加了酱油什么就好了吗？所以我不是又来了。我告诉你，我做的鸡腿排名200，没有人敢说199。我就敢讲，你敢不敢跟我去尝试一下？我敢啊！好，真的啊，出发。我今天就给你当助手，好不好？好，好。助手，把鸡腿拿过来。好。你首先你要炒一个好吃的鸡腿。来，你先把它拿着一下。你要眼睛看，不，整个盘子没有叫你吞嘛。你要眼睛看着它，你要告诉这只鸡腿，我爱你。我爱你。我感激你。我感激你。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正确的示范。这个地球呢，这个傻瓜很多的。这样好了，你会不会剁鸡腿？我教你剁。好。像这种鸡腿啊，大概剁个一刀两刀，会不会？会。三块，一只三块。哎呦我的妈呀！你怎么那么娘娘腔啊？你那个姿势我学给你看，是这样。你这样怎么可以？再来，你抓住了我动作的精髓，慢一点。哎呦！哎呦我的妈哟！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啊，助手把这个葱剥了。好。这是蒜，这不是葱，老师，把这个蒜剥了，好，拍扁就好了，不用把那个去掉是吧？不要去掉，你把它拍扁就容易去掉了。没错，好，哪个是糖？尝一下就知道了。你敢？这是糖。真的吗？吓死我了！你基本上就没有在节目上做过饭吧？我很厉害的，我不是吹牛的，我好的都留给你最后面。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好的都留给我。你会不会打国术？啊？龙爪。龙爪是吗？把它爪下去捏一捏。是这样吗？捏它是不是？真的要捏啊！我不骗你，腌制个5分钟就够了。好。我们先把油拿来吧。你今天这个形象跟我们所了解的王杰的形象差得好远啊。真的吗？王杰给人的感觉是黑衬衫或者皮衣。牛仔裤，骑单车，甭提了。你现在好，我是豁出去了，好大叔啊！这样好了，你表演一段舞给大家看，帮我助兴一下。继
哎，你看，方向是这边。哈哈哈哈哈！两个要顿开，不是滋滋。哈哈哈哈哈！鸡腿，我爱你。哎，他节目做多了，开始有点傻了。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哎，实在是没有办法，我实在太同情他。今天玩了我两次了。王杰哥在做饭的时候教我说，做这个鸡腿你一定要融入爱，做了之后他才说最傻的就是你，他完全是逗我玩的，很有意思，性格也蛮开朗的一个人。尝一口，我们自己先尝一下。好，我们真的可以吗？不用留一点给人家？留一点，留一点，待会儿可以问一下别人。赶快叫救护车！为什么？太好吃了，心脏病犯了是吗？我这边也要叫救护车。要，拉肚子了。跟我没关系，那是你的事。真的没有想到有朝一日能吃到你做的饭。你老实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真的很好吃，真的哈、哦，而且你的菜很 man， 味道很棒，但是最主要是很跟你很符合。好吧，我们从今天开始把它取个名字，红烧浪子鸡，红烧浪子鸡，哎，这个好，这个好，来来来，红烧浪子鸡。我今天约你到这儿来，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啊，还有什么原因？因为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想见你的人想在这儿见你。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又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还有，算了吧，1999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从今如死了一个濒临绝种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手。十个美女九个会走掉的，这个没有，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惊讶。大家在那边唱歌，我觉得有一种很真的感觉。陈宋、啊、不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抱一个、哎、我为什么没有抱？你太失礼了，太激动了。我从来没有看到你这么紧张。哎，是啊，我刚刚就完全脑袋就空白了。您的形象从初中的时候就深深的植根在我的心里了。今天宋晨来了，我要给你推荐一个特别的东西，这个叫做红烧浪子鸡。红烧浪子鸡，这是我做的，但是是杰哥命名的，吃，你尝一口，看你喜欢吃哪一块。好，你可以说实话，看我的厨艺好不好。很入味。很入味吗？缺点在哪里呢？缺点，我觉得是没有缺点。缺点在哪里？我刚刚是想说缺点，我觉得是没有缺点，就是没有什么缺点啊。我厨艺还行吧。好吃。是他做的，其实千万不要因为一个鸡腿而崇拜他。杰哥，我相信你应该也注意到，今天这么热的天，我穿了一个皮衣。但是我觉得他穿很帅啊。其实我今天这一身也是特别为您准备的。我知道你特别喜欢机车。哦，当然，其实以前呢，我自己写了一首歌叫《昨天今天》。哦，对，因为我一直在幻想我后面坐的是我曾经心爱过的女人。就今天你就充当一下，如果我再充当一下好不好？充当一下，对对，感觉也蛮不错的、啊。哇，杰哥现在真的是喜笑颜开，别说骑摩托、开飞机都可以。那我们就去体验一下，好不好？好，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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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见了，他把宋晨带走了。呀，宋晨不在了，以后节目完全由我来主持。完全由我来主持。对。
人对杰哥的这个荧幕形象，对他的感觉都是一个冷酷潇洒的这么一个人。真真正正在生活当中和他接触呢，又觉得他是一个又暖又 man 的这么一个人。这个没有掉，这个 river pole 也没有掉，最高 OK 了，我们再试一曲风里来，带着一声低沉爱，心也伤，情也难，泪也爱。合适的可不可以在那个，比方说我那边不是有个 1, 2, 3, 4 count， 那个应该有吧。当然是想把最精良的一个可以呈现出来嘛。我们中国有14亿人口，不要说什么，如果只要有3亿个人看，如果做得不好，都已经很不应该了。他整场全部都亲力亲为，不管是从和声啊，还有一些改编啊，他全部都精益求精的想要完成的更好，容忍不了一点点的小问题。就这么简单，成了，来，谢谢，辛苦你们，辛苦你们。我是王杰的粉丝，我是王杰大哥粉丝，今天是特地从江西赶过来的。14岁开始，27年了，90年开始喜欢杰哥的，每首歌都喜欢。忘了你，忘了我，王杰这个两个字啊，在我们心里的那个位置啊，独一无二。因为杰的心就是我。温暖你世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宋晨。今天围炉请来的这位嘉宾，他与四大天王同年代出道，昨日浪子，今日巨星，明日传奇，这三句话更是讲述了他的一生。今晚就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个时代的歌曲，重温这个时代的故事。有请主唱人王杰。大家好，我是王杰。今年呢是我
在乐坛刚好迈入第30年，这30年对我来说呢，经历了不少不少的一些事情。虽然30年过得很快，可是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将要去面对的是我的下一个30年。很多朋友问我，你活到今天这个岁数，有没有遗憾，或者有没有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我最自豪的一件事情是，我从12岁一个人一直活到现在，我从来没有学坏过，也没有做过一件坏事。首先第一首歌介绍给大家的，一场游戏一场梦，谢谢。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唱啊！大家一起来喽！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心，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心永不渝，说什么我爱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音乐对我来讲，就像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对白。作曲跟作词对我来讲，其实我没有把它当成一种商业，我完全就是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接得下来，我唱一首《忘了你忘了我》，好吗？谢谢。真的吗？我也一辈子都爱你们。我的长相第一个就是做人要谦虚一点，你们在电视机面前应该说不帅。其实浪子并不是唱片取的，因为那是我小时候的，到了我出唱片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我太严肃，那有时候又觉得我当过一些替身演员，包括特技演员，所以他们会老是觉得哇，看到我去做这种动作会觉得不可思议，觉得我很英雄。在我个人觉得，英雄给我的感觉就是军人，要不然就是警察，再要不然就是消防队，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真的去冒着生命危险去解救所有的百姓。接下来这首歌把它送给所有的军人，所有的警察，所有的消防员，好不好？唱给大家听，英雄泪。谢谢。
愿你随风里来，带着一身的尘埃，心也伤，情也冷，泪也干。悲也好，喜也好，命运有谁能知道？梦一场，是非恩怨，随风飘。谢谢。我知道我现在可能声音不能再像当初这样子，我也喜欢我现在这个声音。为什么你知道吗？去年的秋天吧，我自己在家里弹钢琴的时候，就是在唱一首歌，这首歌是我13、14岁写的一首歌。我那天声音很沙哑，我很痛苦，因为我知道我的嗓子回不去了。可是那天我录下来之后，我突然就觉得好感动。我喜欢我自己这种沙哑的声音，我不怪任何一个人，怪只是怪自己呢，没有留下更多更多更多的好的作品。所以今天呢，我要重返一下这种十几岁的感觉，希望你们会喜欢这首歌，送给我在天上的初恋的女朋友 Annie， 谢谢。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承接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唤你，恨你会不能失去你，恨你无法忘记你，只恨我不能抗拒命运，时时刻刻承接爱和你，谁知悲剧早已注定。闭上眼睛想起你的情，难忘记你我曾有的约定，长夜漫漫默默在哭泣，心中无限痛苦呼喊你，幻想着说暑假完了他怎么又没回来，下一个暑假过了他又没回来，其实当然已经知道他不在了，把我当时真的崩溃了。那我一个人坐在教堂，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就突然间觉得好想写一首歌给他。以前根本不知道安妮这首歌对于王杰的演唱困难会这么大，看到他在舞台上努力地把这首歌完成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动。接着下来唱这首歌呢，它也是一段很真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那位女士她答应我说我们结婚吧，我真的在那个办理登记结婚站在那边足足5个小时，打电话没有人，然后怎么找都找不到。那天我就把这段故事就是跟陈乐融讲，
结果第二天陈瑞荣走过来，他说你看看这首歌的歌词你觉得怎么样啊？结果我一看到第一句，未来梦一生，是我太傻还是太天真？我记得这是我跟他讲话的时候所说到的一件事情。我说我就这种人。这首歌是我很小的时候许冠杰所唱的，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所以今天在这边就送给大家，好吧？未来梦一生，谢谢。悠悠荡荡几番浮沉，
谢谢未来冯医生。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有一天我跟一个香港的一个作曲，他说王杰，你是不是写来写去你只会写那种悲情的歌？我说你随便说什么歌我都可以写，而且我说我十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首歌写下来，我如果写不到，今天晚上整餐尖沙咀最贵的那家请你随便你点来吃，真的。所以那天跟他打赌，而且是一定要是一个完整工整的一首歌。那有个服务员不知道戴耳机在听什么，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就这样，哎，刚好借他的拍子，就这样子，我就大概在七分钟就把这首歌给写出来。没想到这首歌是很多九零啊零零的都很喜欢的一首歌，什么歌你知道吗？对，就是不浪漫罪名。所以这首歌完全不是我的风格，但是我可以写得出来。你们要记得这首歌不到十分钟就写出来了，你们可以跟我一起 rock and roll 好不好？要唱会可以一起唱好不好？不浪漫罪名，谢谢。没有花，这山那被破坏吗？无夜花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让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连相拥都参照主角吗？你说我未能定时，令你每天欢笑一次，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里的痴。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性都有爱你的铁证。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保证。没有花，这刹那被破坏吗？无夜花都会温暖吗？无烟花一起庆祝好吗？让爱恋仿似戏剧那样假，如布景一切都美化，连相拥都参照主角吗？你说我未能定时，令你每天欢笑一次，我没说出一句美丽台词，是你心中一种缺陷定义，流进了眼角里的痴。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明，什么都会用一生。为何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不轰烈是件坏事情？
从来未察觉我每个动作，没有性共有爱你的天性，为何苦不浪漫亦是罪名，为何总等待着特别事情，从来未察觉我语气动听，在我呼吸声早已说你什么都会用一生谢谢，为浪漫追名。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所谓的遗珠之憾。我从学校大一出来了之后，那个时候我很贫穷，也是认识一个女孩子，她好不容易用了一种方法让我去开计程车，偷偷的赚钱，就是养活自己。今天就要在最后的时候呢，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也是拜托老师呢，花了好多的精力。你知道我跟编曲老师通这个微信通到3点多钟凌晨，他老是告诉他不怕不怕，杰哥没问题的，我写个夜猫子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其实我想他心里面其实呕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天在唱之前，可不可以全场我们给个欢迎呼声，我们的乐队老师跟我们的音响老师好不好，谢谢他们。最后送给大家的也是我的作词作曲，也希望大家永远记得我。我叫什么，我叫王杰。送给大家最后的这首歌叫做他的背影，谢谢。
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我。谢谢，谢谢大家。今天真的很感谢所有现场的来宾朋友，谢谢你们在这边支持我，我会继续的努力，不管有多辛苦，路有多长多崎岖，只要有你们陪我的一天，我都会继续走下去，好不好？王杰是昨日的浪子，今日的巨星，明日的传奇。其实在我心中，他的风格真的在华语乐坛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场围炉音乐会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坚持风格，在他出道30周年的时候做一场这样的承前启后的音乐会，我觉得很幸运。我希望趁我自己还没有老去的时候，还走得动的时候，我能够去过我自己这样的日子。我不希望我自己是一个传奇，我只希望是我歌迷他们心目中的一个过客，一段故事属于他们自己的而已。作为一个粉丝，作为一个杰迷，在我们看来这场围炉音乐会已经非常的完美了，但是对于一个精益求精的杰哥，可能在他心里多多少少还是留有那么一些遗憾。祝福杰哥可以在之后的人生道路以及音乐道路上面可以越走越好。这一场音乐会好看吗？今天现场来了很多的歌迷，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大家刚才看到没有，他有个特别可爱的细节，像小男孩一样，每次抱完木说完之后他有这样一个动作，谢谢。我们小时候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跟老师敬礼都要这样子。对啊，真的看得像小男孩一样。为什么手要这样子你知道吗？这意思就是说我把全部都给你，就是谢谢。真的真的，其实杰哥有一句话，他说他不希望他的歌迷爱上他，希望他的音乐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篇章。但是我觉得你这句话说晚了，晚了30年。为什么？很多人已经爱了你30年，我相信翻过这个30年的篇章，在接下来的30年还会有歌迷爱上你。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杰哥为围炉音乐会留下他的手模。不愿产生了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围炉音乐会总会有首歌温暖你世界，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